所以要来看这现场演习上新的连线消息。马英九总统今仔在去这啊，屏东的中科院的这石棚基地来看这联合这防空这火力实弹射击的这情形。这时准备请记者张志雄来咱做详细的说明，志雄。记者现在所开的所在是伫个屏东的石棚基地，这个所在今日来举行的是这防空能力的这个测验，是用这飞弹以及飞机来做一个防空能力的一个检验，来看卖咱的飞弹是毋是来射甲真准。这嘛是马总统就任以来第一届来到这来看这个体验，咱来看卖拄啊上新的画面。这是英式飞弹，是真准拍到目标。不过，即马外面面顶的这麻雀飞弹是无拍到。马总统是讲今日的这测量的表现啊，伊无啥满意。咱来看卖马总统的讲法。不是很满意，因为有一些飞弹呢，它没有命中。不管是机械、弹药还是人为的问题，我都觉得有改进的空间，而且要即刻的加以检讨。以上是咱现场所看到最新状况，咱先用时间交还给主播。